阮太太是对花有趣味，所以阮太太决定说，咱来起一个窑，啊来做花器。基本上的构想，就是讲要起柴烧头啦。啊，根本就完全拢唔捌啊。嘿，啊，都安尼一路含着眼泪啊，含着泪水啊，个老干呢，心酸酸酸啊，那一路啊，就把迄个窑起起。就是步步高登的意思。回头烧到1250度的时阵呢，第一间热第一百个窑都已经达到1000度了。所以你这间烧到1250度的时阵呢，第二间嘛是搁达到1000度啊。就是利用迄个火力的热度透过烟筒。啊，一摇一摇，安得烧出去，好，步步高登，登窑就是这么解释这样子。为什么会选用相思木呢？因为相思木呢，它的落灰到了1250度的时候，它会形一种釉药，哦，那种釉药的变化呢，相当的特殊。陶就是原土矿，柴烧陶是火炉直接在那边转。火焚经过的地方，透过自然落灰的高温造成的灰乎，就变成釉药凝结，就是不同的釉色啊。这款的茶，我拢是特别爱用波头过去泡过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因为三面才能够全面燃烧。你若一颗圆圆的时阵吼，安尼落落去，烧到尾啊，迄个圆心还袂烂的时阵咧，都爱去落第二支啊，这样呢会产生炉渣。嘿，这样不行，不能全面燃烧了。保持温度啊，当然刚开始不用天才那么的密集，但是还是要让它有柴在里头啊。
就是我慢慢的一个小时升温三十度，慢慢的加温。那因为我要到1250度，所以大概我就是必须到50几个小时才会达成到1250度。这个小窑我是预计烧4天3夜。我现在必须架柴，就是我们那个木屑，那因为它比较有纤维嘛，那这样我一支柴跟一支柴之间的那个点燃接触会比较容易，那开始的话，我就是用比较细小的，那个等于是木屑来生火，那慢慢的，因为我胚体还有我窑体还有湿度，所以我必须慢慢的来加温，我不能太快，太快的话，我那胚体会受不了，因为全部都是生胚。所谓的生胚就是我们那个陶土做好之后让它成型啊，那成型之后呢就让它阴干，阴干之后我就开始排窑进去，那我就直接生胚进去，所以我必须非常小心的维护我的胚体，所以我一个小时就慢慢的啊30度升温。那个排窑的时候，里头测温棒在里头，那那个测温棒的那个线圈拉出来，我这有仪表可以观看。好像现在我就知道，我前面这个温度75度，啊，那后面那个温度呢是68度，好，我现在就知道了我的温度大概怎么样。开窑的话是有一点近乡情怯的那种心情哦，因为每一次真的就是一翻两瞪眼，这个包括我们都已经烧窑那么久的都很期待哈。我们首先要把那个烟囱打开哈，再把两边的那个侧头带口打开，然后才开这个窑门哦，把作品取出来啊。美学是一种训练，美学绝对是一种慢慢去训练出来的，哎，训练不是难教，哦，是可以慢慢去看，哎，啊，原来灰啊会当烧啊这水。
以一片荒山在开垦的过程中呢，你需要容器。我爱滴水啊，我爱食饭啊，吼，我爱洗菜啊，所以咧，除了用木头去刻的盘啊，还是用竹啊去做的水缸以外咧，唯一的容器就是用灰。有心加上高温的话，你就会烧出这个作品。公阿姐哦，是生心里面真的蛮感激的啦吼，因为阮太太出家了后，烧窑的部分就是我。啊，我们在烧窑，阮大窑咧烧的时阵是七天七夜，啊，在烧窑的过程中咧担柴，咧担迄个时阵，我就拿书来翻嘛，我看伊的专辑内底伊就是。释迦出山嘛，好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东西。我就去找伊原来要雕刻迄模临摹的迄个像就对了。我就讲，我买当入一尊，啊，我所巧无盖好，我就甲我的拉皮师傅啊、手捏陶的师傅讲啊，咱今麦咧烧窑来，你提陶来，你怎安尼搞念安尼？我一念，我就甲伊讲，就去掉，就去掉。啊，烧窑煞啊！啊，就塑胶袋就给封起来了。哦，啊，等要烧窑，再个起来，再个起来，安尼嘞，拢总十五年，相当长，滴倒下来，哦，迄小竹片呐，吼，我就我家己就安尼在咧烧安尼，在咧烧，烧到迄个线条哦，迄个衫肩迄个啊，哎，感觉很柔和，这样可以。所以这十五年啊，不管他的衣袖也好。不管他的脸部也好，不管他的肩膀也好，都绝对有我那一种生命的痕迹。因为每一个阶段不一样嘛，所谓的阶段就是第一是年岁，第二是阅历，啊，第二是遭遇。一来对，也有生命的挫伤嘛，啊，也有一来是当选的喜悦嘛，一来对拢黏底下。所以整个形塑出来的一件作品呢，我就自己就觉得说，我能够留给后代的，就是从这里面去找答案。所以那个过程现在回首，嘛是蛮有成就的啦。所谓成就，不是讲赚偌济钱，不是，因为我一直想讲要替台湾这一块土地啊留一株啊所谓的经典啦、美学啦。他一路走来就是安尼啊，到现在还是相当坚持。人生的转折，有时候透过我自己的妹妹哈，啊，可以感觉啊，我妹妹本来是读国际贸易的，哦，啊，伊毕业啊，要去贸易公司找一个头路嘛，啊，哪会知影雄雄大哥，我去坐牢，啊，伊无法度啊，伊就爱回来陪大嫂烧窑嘛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。哦，一年两年过，哈，伊才自然的变成陶艺家。所以以前有一个作家三毛嘛，三毛咧写讲我笔下的50件宝贝，其中一件就是咧讲我妹妹嘛。哎呀，当年因为他，丢下了这个担子的时候，我就必须去做他。那发现其实也很有趣，所以。
我就在这个领域里头也跟华涛瑶走了一样的多年，没有他我可能今天不会走上陶艺这条路。那我觉得走上这条路之后，我会觉得其实这块土地你用这块泥土来行塑，真的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。作品呢，是我的作品地景系列之一，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很漂亮一个地方，它的好山好水，我希望用这一块土来把它诠释出来。那因为我是用柴烧的技法，那柴烧呢也趋向于是最自然的那个烧法。那不锈钢的感觉呢，就是我要诠释的一个是湖面的这种景色，所以不锈钢等于是一个湖面的感觉。那我希望呢，让它跟那个陶土来那个结合啊，呈现出就是我们在那个一个湖边啊欣赏一块美景的那一种概念。那我也希望就是说，今天如果说愿意跟我分享的朋友呢，他带回家里的一个角落一个区块来讲的话，他也可以兼具它的实用性。如果是你是一个茶席的功能的话，它一套，那这样子整个你可以再配合那结合花座啊，整个可能会觉得是蛮大气的。那今天朋友只是想跟我一个闺蜜在那边谈谈心事啊，聊聊天啊，分享喜怒哀乐，那我就可以两个就像好像对饮啊那种感觉。那因为现在我们的居住的空间都没有很大啊，那我就在家里的一个角落，我觉得可以呈现出来。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可以把那个外地的大自然的美景呢，在自己的家都可以呈现出这样的氛围。意就是翅膀那一个意。那也许呢那个时候我内心一直想有一个很挣扎，那希望很开放哦，可能自己对内心的那种呐喊。那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很多的那个房子，你房子就是在加盖什么鸽子楼啊什么，就违章建筑很多。那我觉得这样子实在是觉得已经是很拥挤的城市了，或者是乡村也好，把整个的那个这么美的那个地景呢都给破坏掉了。那我自己有就心里有这种的感受，那我就用作品来呈现。您可能可以看到我作品就是这样子，陶板的那个面块这样的堆叠，那可能受那的感想，所以那天心想说，如果这些呢能够很单纯的一个建筑物，那我想我们这个地景会更美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发想。这件作品呢，应该是921之后的作品啊。那我会用潮来诠释呢，大概就是因为一路带着小孩，陪孩子一起成长。那基本上呢，我跟孩子一起成长，我觉得这段期间对我来创作来讲，我觉得是我的养分啊。那我做潮这个概念呢，因为921之后呢，真的大家都很需要疗愈啊。那我就想说，台湾这个地方呢，它之所以会这么的美丽，因为它就是有这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哈，地震、台风是我们的宿命。那我们既然是在这边生长啊，生活，我们就必须啊去顺应自然。所以这些作品，我就想说，如果将来我的房子呢？我又怕水灾啊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筑高一点？就我把它做了好多只脚，啊，那种感觉。那我想，就像鸟巢，它在树上躲起来，这样子它就会很安全啊，就大概这样子的概念。
手来时路啊呢，辛苦的物件，即马拢变成一种很甜美的回忆啦。所以有很多朋友经常说，你去坐牢又定脚了，你会不会恨什么恨什么？我从来不会恨的，我反而另外一种解释，讲我有在的定卡了，搁痛苦情况谁辛苦啊？这些都是生命历程的沧桑啊。所以你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，你用很另外一个正面去思考的时候，你心就自然开通。文化是祖先走过的路的累积，咱的祖先走过这条路，所以咱重新改回溯，去内底你就会看出讲，咱的祖先走落来路，到有在了到今仔日去内底，有真侪欢喜，真侪哀怨，真侪不满，吼，伫遐累积嘛，迄就是咱的文化。咱要去学别人，咱嘛无在调。你是咧写作的，吼，啊是咧做肥啊？我讲没有这种感觉咧，我感觉生活美学吼是一种结合。哦，像从今仔日华大窑在这里的展示，哦，就是一个传统安尼去结合起来，叫一个空间美学嘛。最后，我今日想要讲啥？咱台湾的水，台湾的水水伫底，迄边山一条溪水。永远包着咱的梦，包着咱台湾人的愿望，就是这种感觉啊！一边山，一条溪水，永远包着咱的梦。